现在这一个粉丝就是先把这个符交给我们。嗯，还是这样。都给 King 先帮我们拿着好了。那他这个有什么使用方式吗？就遇到状况的时候，他就拆那一张，不是从他的冰箱出来。因为你不方便露脸，那你大概知道这个里面发生的事情吗？以前就是有一个游客，在那滑水道不知道是怎样，然后怎么从上面摔下来，断手，然后在那边死掉了，放生。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些游客也是来这边拍房的时候，就有听到一个声音说：“我的手，我的手。”那个鬼在找他的手。嗯。听说它里面是还有一些骨头在里面，是有两个，还有两个，然后还有一个神明厅，还有一个神明厅。对，所以我们等一下是进去之后就是一直往里面走，就对。往里面走，嘿。会先看到游乐园。对，先看到游乐园。游乐园后面还有一间房子。啊，就是那一间房子。对。好，了解，谢谢。OK。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n。King。Hello。Hello。伟哥。好，各位，今天应该会发现多了一位探险的勇士阿瑞，那他其实是在鬼哥的群组里面其中一个观众。那今天因为我们来到北部这边工作，阿瑞他载我们整天，然后今天就是顺便带观众来探险。那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点其实非常的可怕，他其实是这附近在地人给我的一个资讯，相传他是一个非常早期的水上游乐园，那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让这个地方开始有恐怖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进来水上的滑水道，然后他的手断掉，断在上面，而且往生在这一个地方。从此之后，只要有探险团队或者是当地的居民来到这个地方，都会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着：“我的手咧。”他要找他的手，他找不到他的手。那鬼哥，人如果往生之后，真的他会找他残缺的东西吗？正常，一定会，因为他就是不甘心。了解。那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恐怖的事情不只有这样，它里面还有一个房子，那还有供奉着神明的桌子，还有一些骨灰坛。相信如果看过电视节目的探险团队应该就会知道这个地方。那我们待会就是会带大家进去看看这边到底是不是有当地居民所说的这么恐怖，而这一个恐怖的声音，我的手在哪，在今天会不会出现，我们就待会拭目以待吧，走。好的，那刚刚那位观众他提供给我们的这个符令，他叫我们每个人一定要随身携带。龙龙，这个给你握在手上。阿瑞，那鬼哥应该不需要。那李恩握着。好，谢谢。他说待会如果说遇到一些状况的话，真的问题很大，处理不来，就把这个符打开化掉，然后呼请兵将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去吧。阿瑞，开封好了，开封第一次来，吓吓你。嗯，一样老样子，待会在这个地方不会去讲到名字。对，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很凶啊，最好不要讲名字。所以待会在这边的话就叫小龙就好。好，对，叫小龙。那就叫他小瑞就好。小瑞，小瑞跟小龙，然后我就照样一样，对，都一样。哇，这边如果没有手电筒的话，几乎是完全看不到路。对啊，超暗的。鬼哥，像这样子，阿瑞第一次跟团，他第一次这样跟团，会不会比较容易遇到状况？有可能，所以我会特别盯他。好。其实我发现阿瑞的脸色已经没有很好看了。OK， 走吧。是从那边吗？还是从另外一边？这里有步道。好，各位，我们现在是往它斜坡的地方往上走。第二，你要小心哦，这地上很滑。好。全部都是青苔，因为它这边很少人在走动了，车子也很少在往这边开。它这边只要你不是专程来探险的，基本上根本不会从这边走上去，而且车子完全是开不进来，因为轮胎都会打滑。重点是现在还突然间飘雨。对啊，
怎么感觉上来这边之后，风吹草动特别明显？对啊。哎，鬼哥，你今天有带防护的东西吗？鬼哥刚才有点头示意，代表有。但是这个地方应该他也会比较谨慎。然后你待会如果有不舒服的话，要讲一下哦。好。测轨器有打开了吗？在小瑞这里。好，把它打开好了。那今天测轨机要交由小瑞吗？你拿着好了，不要下哈。好，各位，我们现在真的有点喘，然后走上来，中间的路段发现有两条岔路，现在不知道要怎么选择。鬼哥，这样要怎么办？直觉要先走哪边？直走吗？还是右边？照一下上面，会不会是这里？看一下，等一下，分掉挂。阿瑞，说实话，会怕吗？会啊。第一次，你也不是第一次探险啊。不是。不过这个地方压迫感比较重。对。而且刚刚草丛一直有声音。对。两边长得差不多。那要怎么办？不然你先从这边嘛。好，走啊。这边因为很久都没有人在打理了，杂草丛生，很怕树林里面突然间冲出什么东西。太诡异了，我们看一下。哇，这蜘蛛都那么大哎。哎，旁边小心哦！等我一下，我走出来后面有点害怕。旁边小心。等下阿瑞，你在笑我，不能怕是不是？不，我也是怕。我有吃东西耶。等一下。我不知道还要走多远，很怕鬼打墙。有一个声音，地上都还是湿的，因为这几天下着雨。好，各位，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身后那边有一栋建筑物。应该有看到，据说这个地方是当时在接待一些要来玩的游客的地方，那好像也有一些更换衣服的地方，毕竟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换上泳装才能下去玩。那目前我们在外面这里，其实大家已经都觉得很紧张了，因为这个地方谣传的故事其实已经相当久了，那当地居民似乎好像也有要做一些法会的处理。鬼哥，目前在这一个地方，你有察觉到就是它这里的磁场跟我们在平地有什么不一样吗？等下你们进去就知道了。要不要特别注意什么？特别要注意阿瑞。对，我觉得阿瑞好像有点紧张，开始在流汗，一直在冒汗。这个流汗真的是骗不了人的，人紧张就是会流汗。测轨迹反应很大。对啊。等一下，先讲好，进去就不要叫名字，好，避免一些状况发生。那你刚才叫错，阿瑞是他的绰号。哦，对啊，那我们走吧。我刚才看你好像语带保留，这里到底是怎样？今天多两个新手，我不想吓他们。嗯，等一下让他们自己感受吧。好，
原来鬼哥是怕吓到人才语带保留。走啊，进去。这是它的外观，好像有火灾过哎。对啊，烧到整个都黑了。我刚刚就在讲说，好像有火灾过。对啊，应该有火灾过。帮我拨一下。什么东西？等一下，那只那只。没有东西、啊。在那里。那一只，那一只。哦哦哦。好，走。有拨一下，好不好？好。哇，没关系，不然等一下下去再拨。厉害。这边用火烧过，你自己看。我东西在转，什么东西在转？后面。对对对对对。你有听到吗？有，就一只狗，它就两三只。小心小心，不要走这个。哦、这边状况真的很差。那边有蜘蛛，不要往那边走。没有，我说龙龙龙龙龙龙下来，不要踩木板。下来，对对。蟋蟀。对，不要踩，那下雨天爬虫类都会跑出来。小心哦，小心。它这个烧过的东西上面还有一些白色的粉末，奇怪，不是已经废弃那么久吗？怎么会这样？而且这个很像是手套的东西。这边是被蓄意纵火吗？怎么废弃之后还会这样子？还是当时是因为火灾才废弃的？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查证了。不过现场环境真的是非常糟糕，心理层面真的是非常紧张，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形容现在的心情，真的是很害怕。那边都一直有一个怪声。对啊，我有听到。太开了，对，尽量靠近一点。哎，过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哎，有血。这个是游乐设施的那个吧，园区的简介吧。对，它上面有写水世界。这边是水世界，应该是更衣的地方，或者是导览的地方。小心小心。这边小心哦。哎哎哎，你们应该知道黄色这是什么吧？黄色线。不是，是绑在手上，然后可以让游客把钥匙放进去。对。一般通常像游乐园、水上游乐园都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当时有某一个剧组，他们节目来这边的时候，也有拍摄到这个东西。上面这边好像是未发放网的宣传单。走吧，哥哥，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从这边带走一个这个的话，会带走这边的怨气吗？说不定哦。那你有想要再额外增加你的灵类的东西吗？待会再说。好，走吧。你有听说有人往生的地方，这边的物品就很容易遗留下残存的一些怨念。等一下，我听到后面有声音，后面都有声音呢。哎，我刚才听到我后面有声音呢。我刚是听到一个
那种一个叫声。对啊。哎。开始有反应了。而且地上这边都是游乐设施的东西。对啊。全部都是。龙龙，你小心哦，不要太后面哦。哎。尽量踩小力一点，水才不会溅上来。死路啊！后面是死路吗？对。那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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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小心哦，我先往前走，不然你们没办法过。这边路真的超难走的，我决定要冒一次险，带大家过来这边看一下。让各位看一下他的宣传单，因为我希望让你们看到他这边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因为毕竟它这边已经摧毁成这样了，有时候可能会看不出来它曾经是水上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所以尽量拍摄给大家看。走，那回头走吧。现在因为刚才龙龙走到前面那边，发现那边是死路，所以我们现在要往回走。那我当时看节目他们来的时候，我现在身后这个位置，大家发现这边是一个空的，对不对？当时这个地方似乎就是他的柜台。那我不知道是因为后来有火灾还是怎样，这边竟然变空的了，很诡异。不然我当时看影片，我发现他似乎柜台真的是不见了，这边也都没有路可以走了。那应该就是另外一边，好像还可以再往前走。哪边？那边还可以往后走。好，应该他这边是买票的，然后再往里面走才是玩乐的地方。阿瑞，你还好吗？还可以。今天走低一点哦。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那一栋房子了，在前面这边有点可怕，有烧香的味道，有烧香的味道，已经看到神走过旁边。你有闻到一个烧香的味道吗？闻到了，会不会还有人？走进去看你就知道了。有点怕，什么东西掉了？哎，鬼哥项链断了。鬼哥讲的那句话也直接断掉。我走前面。各位好兄弟，不好意思，今天来这边拍摄，冒犯到你们，在这样子的时间来到这个地方，讲出一些不适当的话，去打扰到你们，真的非常抱歉。希望可以让我们继续顺利的拍摄。这边有一张白色的符。啊，小人过，状况很差。在干嘛？为什么要撕掉？这样才好玩呢、啊。